谢佛全弟兄安息礼拜，2017年9月2日晚上7点，九龙殡仪馆302室光耀堂。复兴教室第三季门徒装备课程，个人特质、恩赐及呼召将会在今日截止报名。要报名的就把握机会啦！弟兄姊妹你们好，我是罗金盛牧师。今次特登来到这个的首尔，是为了8月的28、29、30号的这个的全城的聚会。大家都知道今年是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另外我们都问很多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真的还要开多个聚会呢？但是思想到就是赵牧师已经年纪大了，可能今次是他极可能是最后一次来香港的带领聚会。另外李永芬牧师也是接手一个纯福音中央教会这么大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牧者，如果能够在传承的事情上面能够跟我们分享到神国的观念、神的心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事。所以我很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咧，唔单止你哋嚟，亦都系邀请更多嘅弟兄姊妹嚟到当中，系一齐分享呢一次属灵嘅丰盛嘅筵席。求主亲自使用呢段时间，我哋会系喺8月28、29、30呢几个好似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喺亚洲博览馆，求主亲自去使用，赐福大家，愿主大大使用你。기도하고성령께서인도하시는대로나는내경험을바탕으로전도할테니까그저너무기대하지마시고은혜가성령으로말미암아전달되도록바랍니다8月28号至30号2017祝福香港赵容基牧师生命成全大会，日间的聚会是需要自行网上报名，晚间的聚会是需要凭票免费入场。有关门票和报名的方法可以到办公室索取和查询。唯愿你公义如滔滔
稣救主是我神，爱是永不止息，没任何可相比。应当纪念做我的主，他会守约到终点，来赞美他。嗰啲嘢咪由得佢過去咯，唔通同啲 friend 講咩？男人嘅嘢都係衰過幾飯噶啦，唔係點喎？每日都係翻工等翻工，放工等放工噶啦，都係擺喺個心度噶啦，唔通同啲 friend 講咩？喺10月14日至到15日有弟兄經歷神營會，想經歷神嘅弟兄可以向組長報名。今日咧会有周日家嘅家聚，而嚟紧呢个星期咧都有周五家嘅家聚，各位嘅家人记得翻家聚啦。呢个星期早祷会嘅主题系放下身段的爱，早祷会系喺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点钟，地下荣耀楼举行，我哋一起活出基督嘅爱。